相声啊，包括了非常的广泛。主要的呢，我们有四门，哪四门呢？说、学、逗、唱。唱什么呢？主要的是唱戏。有人就问我了，说为什么当初起名叫戏？他怎么不叫憨呢？啊，叫憨，那听着多别扭啊！都是明白什么？啊，我唱戏、学戏，我上戏校，这多好听啊！叫憨，那听着多别扭啊！你干嘛呢？啊，我唱憨呢，我学憨，我唱憨校啊。那一会儿呢就都憨在一块儿了。叫戏当初起名有原因，那个时候写的是繁体字，这个戏字怎么写呀？这是一个真假虚实的虚字，这是一个干戈的戈字，虚中干戈。就看见您了，戏台上打仗，拿刀也好，使枪也好，假的，这叫逢场作戏。但是有一样，演员跟舞台上得跟真事儿一样。有这么一出戏，叫《古城会斩蔡阳》，关公手使青龙偃月刀。怎么叫青龙偃月？这刀学着这尖儿，就跟半打月牙似的上去。刀上头站着有一条龙，龙前面有一个一颗珠子，青龙偃月刀。古城会斩蔡阳，蔡阳使的什么刀？蔡阳叫勾龙古月象鼻子大砍刀。他这个刀刀头没有尖儿，他这刀头是圆的，站着有纹卷回去，在这刀背上那儿，您看，整跟那象鼻子打卷一样，所以他使的叫象鼻子大砍刀。收黄忠的时候，您看黄忠使的刀又不一样了，黄忠使叫三平刀。怎么叫三平刀啊？刀头三尺，刀杆三尺，刀短三尺，三平刀。这就表示当初人家罗贯中先生不但有学问，知识丰富。您看这里头这三位名人使的三口大刀名称都不一样，还都有讲法。那说在唱戏里头呢，古城会斩蔡阳，关公跟蔡阳两个人一见面，那是仇敌呀。其实这哥俩在后台并亲手足还亲，吃喝都不分，但是一到戏台上眼睛就瞪起来了。关公瞧见蔡阳，便急一刀给他斩了。蔡阳瞅关公，见一刀给他脑袋砍下来。做戏得跟生龙活虎一般，真是如临大敌，见着仇敌谁也不让谁，谁都惦着谁给谁宰了，谁都惦着谁给谁杀了。最后关公使脱刀计，把蔡阳人头砍下来了。脱刀计斩蔡阳，戏台上都怎么给这人杀了啊？就斩呢，就是拿这大刀歘就在这脖子里就这么一晃，蔡阳往后这么一歪，这就算给蔡阳宰了。做戏假的，说你看着不真实，我们要求真实点。哎，斩蔡阳啊，这个蔡阳宰了啊，戏台上宰人，真宰了。那个明学戏的时候全学关公，谁敢学蔡阳啊？好，一学蔡阳，刚唱这一出戏，脑袋没了，宰了。那戏班也麻烦呢，
他斩太阳，斩一个；明儿个斩太阳又宰一个，唱音乐戏后台没人了，怎么全宰了？那不就麻烦了吗？这我告诉您，起名叫戏是假的，虚度干戈做戏，要求演员得要传神，得要传真。戏台上您看见没有？假的可是假的，您看这是做派。比生活当中还得要真实，为什么我表演艺术家呀？哎，就是人家做的真实。戏台上有特别的地儿，什么特别？不管什么人见面一让坐下喝酒，一个老生一个花脸，老生在这儿坐着，花脸上来，刚俩一见面，你看这老生吩咐几位白下，这花女人来此就要讨饶。呵，您瞧吧，哎呀，酒杯呀、酒壶摆上来，或随着那家伙点儿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或这么一斟，就拿起酒杯，随着家伙点儿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一点噔噔噔，干，喝了。你喝什么呢？你连白开水也没喝着啊？说这不是他，那不是有酒杯？酒杯您没拿起来瞅啊？那个我连点水都喝不了，怎么？是一小木头墩子，还有酒壶呢？酒壶甭说酒，里头连点水都没有。对，这回你准备酒真喝，喝着喝着回到这俩唱戏的唱不了，都这样了，哎呦，那不就麻烦了吗？有戏台上闹醉鬼的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所以是一让就得喝。戏台上人不管多大岁数，身体健康没病，哎，什么时候都敢喝。就跟这坐着上一老头，酒言白驾，而且来此就要讨饶，那龙龙汤，那龙汤汤，你个龙龙汤干喝什么？有病，有病跟后台，有病跟戏台上说。那听着那也别扭啊，这一样酒言白戏啊，人家说我不敢讨饶，我血压高啊。戏台有血压高吗？是不是有血压高您上后台，所以一让就得喝。戏台上喝酒有个优越性，有什么优越性啊？省菜钱，桌上摆的就是酒壶酒杯，光有酒没有宴，宴是什么？是菜应当。您说这菜，戏台那桌上摆着几个盘、几个碟儿、几个碗，有吗？就是酒杯酒壶，就甭说办出一般的平民百姓，就是皇上跟王爷坐在一块儿饮酒，也是光喝酒没有菜，就连皇上连一包花生米都舍不得买。为什么呢？没有这个菜好唱。皇上跟王爷坐在一块儿喝酒一唱，弟兄们对坐，把酒饮干，是不是没菜？说皇上跟王爷坐在一块儿都没菜，这显得多穷气啊！这皇上家那还了得了？咱们让他扩点，甭多了，来一炒虾仁儿，皇上唱酒，王爷唱菜，那您听着够多别扭啊！有这么唱的吗？皇上先唱，弟兄们多一多，把酒我饮干。王爷唱，我与你加一点儿炒虾仁儿。拉胡就站起来了。您找别人儿，甭说炒虾仁儿，连包三样我这胡同也拉不出来，是不是？您听着别扭啊！哎，所以戏台上是光有酒没有菜，哎，说的是酒宴摆架，这就叫什么呢？京剧大写意，哎，要求你做戏传神，表演艺术家。那在台上是一丝不苟，如果你脑子一开小差，或者一有什么家庭
负担的事儿，要搁在戏台上的，那非出错不解。过去我听过一出戏，什么戏呀、啊？全部的水战黄鹤楼，哪点出错了？张飞闯上。张飞闯战的时候，诸葛亮在那小凳坐着道白：“山人诸葛亮，我做中军帐，手拿一阳扇，等候一德章。”张飞叫板：“走了！”彩将打将将将将将将将上台，蹦登苍鸡亮相，张嘴儿：“见到汉之国亮，做事不与谋杀。”是圆圆满满，不但唱好了，而且观众是没有一个不鼓掌的，这是要好的地儿。那天去张飞的这位演员去晚了，说现在的名词叫迟到。为什么他去晚了？家里来个朋友，他也爱喝，这朋友也爱喝，一喝喝过了时间了，赶着他忙忙叨叨往戏园的这会儿跑啊，赶到后台的时候，诸葛亮正在台上管事呢，在后台急得直转磨：“哎呦，咱们这位张飞张大爷怎么还没进来呢？这说话诸葛亮这就……”这小凳上这一变白，这人就得闯帐了。正这着着急呢，他推门进来了，管住：“哎呦哥，哎呦我的大爷，我一人的大爷，您赶紧快办吧！您听听，您听听，台上啊，诸葛亮在台上啊，这个您听见没有？人那吭要倒白了，这大伙过来帮着他七手八脚啊，或他自个儿是就勾脸，就是戴上盔子，就是那个帽子，我赶紧会给他自个换上这些。”蟒袍不飞鼠靴子，七手八脚的，这也忙活完了。人家诸葛亮坐在小凳上，这四句也念完了：“山人诸葛亮，我做中军帐，手拿一阳扇，等候一德章。”这时候人家刚念完，他这儿办齐了，他这儿走啊，太阳了，亮亮亮，蹦蹬苍蝇一亮相。生气的差点没吓趴下了。我是前排听戏的，我就是行家。你瞧，哎，这可有点意思哎！怎么着，换戏了？旁边那位说：“你吃多了，没听诸葛亮那刚念完呢？张飞闯帐啊！”这说你不知道啊，你那净顾低头嗑瓜子了，你抬头瞧瞧，这是张飞吗？这抬头叫哟，呀哈，哎，这不错，哎，张飞没胡子，感情啊，这要勾好了脸儿，这下边要不带胡子，上头是花的，下边来个白下壳，这含着呢。哎呀，这有点意思，哎，张飞没胡子，甭说哈，张飞这是搞对象了哈。刮脸了，要娶媳妇儿，是不是？你说他有张飞刮脸的，这回咱们一嘀咕，那个说那咱们混吧，别混，别混，别混，咱们这领头，咱们这么一混一喊倒好。回来会儿，一摸罗，回来会儿，他跑回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瞧诸葛亮的，看诸葛亮跟他怎么唱，诸葛亮跟他糊里糊涂要唱下来，咱们退票，都让诸葛亮包。可这行啊，对呀，还有，如果你这么一说，行了，咱瞧着，底下嘁嘁叉叉一打叉上，诸葛亮
人家是老演员，诸葛亮说话，嗯，怎么下边气氛不对呀、啊？嘁嘁叉叉，比手画脚的。今天我这帽子戴错了，慢慢的自个儿正着观。对呀、啊，一扣袖，一瞧衣裳，是八卦衣呀、啊，扇的。对呀、啊，这毛在哪儿呢？一抬头，赶紧呦呦呦。诸葛亮怎么一抬头一瞧张飞了，吓得打凳上差点没冲上去了，心话我的妈呀，你怎么这么忙啊，你怎么没带胡子就出来了，哪有张飞光嘴巴的，哎不成，我可不能随他葫芦糊涂唱，我要随他葫芦糊涂唱，人家退票起码我得包一半，我得让大家听听我诸葛亮可没错。想到这儿，诸葛亮这位演员拿手一指，不容张飞唱，问下来了，来将通明。去，张飞这位演员一听怎么着，来将通明，心里话，这诸葛亮你撑糊涂了，水战黄鳌楼，诸葛亮不认得张飞，你撑迷糊了。哦，这回想我明白了。怎么说呀？你看我钱挣得多，你瞧着有劲。今天咱们这么些听戏的满堂座，你就抻了抻了我。哈哈，我这么大的花脸演员，我能让你抻脸短了吗？今天呢，嘿，亮个相，哎，一撕扎，要个好让你看看。他想的挺好，俺张了。可不呀，飞不出来了。怎么？你摸才知道没胡子。前排那位还跟他起哄呢。哎，怎么了？干嘛呀？数耗子的。啊，你那算窝头屁呢？断了。你说这叫一错？这张飞，这诸葛亮人家盯着往下问。张什么？哎，张，哎，张飞的儿子。好，小张飞。诸葛亮一听，怎么张飞的儿子都上来了？我呀，别让你跟我这儿受罪了。拿手一指，小小年纪要你回勇，